在孔融之前，著名嘅阴阳师易小角赐生命俾一个护法鬼神，将佢命名为钱鬼。 前鬼直接金刚国力量，对付喺世上作乱嘅妖魔鬼怪，将佢哋即时镇压同消灭。时至今日，每当世上出现灾祸嘅时候，无敌嘅鬼神前鬼就会再次苏醒重现。大鹏，我出去啦！喂，小明，小明啊，你究竟想去边度啊？ 真系呀！呢条逆鬼啊，成日都咁唔定性，系唔系啊？钱鬼，虽然法堂有1200年历史啊，但系似乎冇咩生气啦，我要令到佢以后充满朝气。 呢度就系喺1200年前日本最大嘅阴阳师易小角开嘅灵场所在地，众所周知嘅色神丁啦。易小角佢利用色神能够医治百病，并且防御灾害，呢一个传说一直流传至今。呢条村亦都因此而命名。睇唔睇到嗰边啊？系啦。系。色神即系咩意思啊？啊，佢系属于精灵嘅一种，只会服从阴阳师嘅命令嘅。 哇！真系好犀利，听落唔简单。喂，有祈祷咧，占卜啦，要唔要帮手做法事啊？我系呢条村最出名嘅法师易小明啊。哦，呢度最出名嘅法师啊？啊，嗰边嗰位小姐。哦，诶，呢位先生有冇兴趣试下？唔得噶，唔得先。诶，谢谢啊！哦，哎呀，嗰边点解咁冇生意噶？请师傅生个人客啊！ 你嗰边点样啊，小明？似乎唔系咁好生意咁噃。奇啊，专登企我侧边阻住我做生意。虽然系婆婆嘅细佬啊，都唔使咁绝情同我抢生意噶。我唔系特登抢你生意嘅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。老衲即系想打救翻迷途嘅羔羊啫。大师啊，你教我做人要诚实噶。诚实都要随机应变噶嘛。 佢似乎几精力冲杯喎，喂，我哋兜咗咧。哎呀，远讲。睇下，嗰啲系咩嚟噶？不如过去睇下啦。喂，唔得噶，唔得噶。你哋唔可以行入呢个范围噶，如果唔系会受到惩罚噶。睇下，睇下，千万唔好所谓喎。你自己讲过噶，会俾啲前所未见过嘅嘢我哋睇，睇下得唔得啊？我好想睇啊。系啊。咁好啦，带你睇占卜啊。首先咧，我哋去本堂先，好唔好啊？ 各位等候，对唔住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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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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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玛丽莎玛达米亚达，亚玛达拉米提玛。是啲咩嚟噶？啊！啊！啊！点解会咁噶？希望唔会发生啲不寻常嘅事就好啦。已经发生咗啦！吓、啊！你而家搞到我哋个头啦，你话应该点算啊？闻到啲臭味喎！喺远古时代1200年前，因为遭受封印，达唔到目的，系绝望嘅臭气味。好对唔住啊！我以前做过好多次占卜噶啦，都未试过好似今次咁发生爆炸噶。算啦，唔好再提啦。可以喺呢度浸下温泉啊，已经好满足噶啦。冇错啦，头先嘅事我唔记得咗咯。喺呢一度享受温泉，真系人生一大乐事啊！呢度就系结界，听讲嗰个宝贝就系收埋喺里面，我哋走入去攞啦。吓、啊？你话咩话？你就系嗰个易小国嘅接班人啊？我仲以为易小国只系传说中嘅阴阳师添。我是第55代，不过呢，我暂时只是在学习的阶段咋。你又不用咁谦，你头先好犀利啊，吓咗我哋一跳啊，我哋都估唔到啊。冇错啊，不愧系易小国嘅接班人，呢个不同凡响啊。我真系有咁劲咩？梗系有啦。啊！你弊啦，系地震啦、啊，系地震啦、啊，呢、这个系。华流魔讲得冇错，件宝贝果然喺度。这个就是被易小国封印的彭衣果，现在开始我们要将黑暗力量解放出来。你看看什么事？喂，小美，会不会有事的？你要小心点啊。我们终于成功了，现在开始黑暗力量是属于我哋的。我感觉到有啲唔妥，有种好强大嘅阴气笼罩住呢一度咁样。大师啊，咩事啊？饭菜准备好啦。系。
解会咁噶？无知之徒，有人将彭衣果解封，将佢喺里面攞咗出嚟啊！咩将彭衣果解封啊？佢哋已经被恶魔迷惑住啦！小明啊，你哋唔好出嚟啊！有班去啊！从体外澎湃，我哋系至高无上，我哋要控制世界全人类。你哋唔使认得啦，我哋亦小个嘅。今次弊啦，连佢哋都变晒啦。小明，快啲走啊！终于得到自由啦！我将会远离怨恨，我会为所欲为啦！佢哋变咗做怪物啦！系由彭衣果孵化出嚟嘅怪物啊！2000多年未试过人类丰富嘅美食，等我将你吞落肚，慢慢咁享受啦！发手额啊，小明，小明快啲起身啊！呢个系咩嚟噶？机会啦，小明，快啲利用手额画出五芒星，然后念出咒语。鬼神，我为你解除束缚，鬼神前鬼速临现身。好啦，鬼神，我为你解除束缚，鬼神前鬼速临现身。传言是这样的噃，每当世上出现灾祸的时候，护法的手握会发出光辉，鬼神前鬼就会出现的。现在终于获得自由啦！婆婆，佢就系我哋嘅守护神啊！传说的确系咁讲嘅，前鬼系鬼神当中最勇猛，佢嘅威力无穷无尽嘅。个细路就系传说嘅前鬼啊！唔好笑死我啦！当我细佬，听住啊！我就系世界上最强嘅鬼神前鬼，咁都唔识我？佢啲身手都红到肺啊！我知啦，
小角因为担心潜鬼醒了会吓亲大家，所以做了功夫将潜鬼封印分为两个阶段进行。但是啊，你们这班人的鬼神就是这个豆丁啊，他担嘴都没力了。婆婆对不起啊，小明，我所识的咒语有限，我教不到你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没错了，我记得了，我听过一篇咒语的，篇咒语是可以解除鬼神的束缚的。小明一定做得到的。祖师爷，佛法力量附体在你心中拥有无穷力量。我知道，祖师爷。鬼神束缚，我为你解除，打破命中当日的封印。阿修，立即现身，鬼神前鬼福临现身。已经现身了，这个就是前鬼的真正面目。你又不似你，终于有胆出来见我们了吗？不要在我面前放肆，你们绝对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是不会留手的，试下我的厉害，看出来，金属钢。真是不堪一击。佢似乎太残忍了，可以说是很凶狠了。成千几年都未食过咁好食嘅嘢，我同彭医授嘅战斗系唔会结束嘅。系喎，冇错啦，将我封印嗰个逆小国，而家已经唔喺度。我只要将戴住护法手镯嘅女仔杀死咗，咁我就可以重获自由。等阵啦，你头先话杀死边个话？系你要死。点解我回复原形嘅？只要系我家族嘅承继者，就唔容许呢个世界有灾害嘅种子。你要继承我嘅遗愿，你用前鬼继续同恶魔战斗到底。有冇搞错啊？我前鬼系世界上鬼神之中最勇猛嘅一个，而家竟然用我受呢个靓妹自卑，我睬你都傻啊！你讲咩话？太过分啦！原来他世界都尽是这么渣了。又似你。现在我最担心的并不是前鬼苏醒会影响这个时代，而是在将来究竟会发生多少不幸的事呢？哎呀哎呀